莲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加班。不晓得为什么花莲的日本料理特别多，所以我们第一餐吃的也是日本料理。哎呦，后来啊，神田屋。不过依照这个分量，阿赫这个大概你下午三点就饿了吧。吃饱了，神田屋的老板还有里面的员工有很多都是日本人，所以是蛮道地的日料定时店。不过很可惜的是，网络上说啊，它比较有名的是汉堡牌，可是现在它的汉堡牌是独立另外一家店在卖，所以就没有吃到汉堡牌。那神田屋呢，就是及格的定时店。吃饱饭一定要来一杯摇茶，来花莲要喝的摇茶就是这个逸清苑。出来玩我就点平常不会喝的杨枝甘露，热量高的，夏天就是要喝芒果，好喝哎、欸！你是喝什么？多多绿，你觉得好喝吗？好喝。阿赫是茶饮达人。哦，下雨了，下雨了，赶快上车。观光客来花莲，一定要来嘉兴冰果室。嘉兴冰果室呢是有卖热炒的，不过呢我们已经吃饱了，所以就来买根冰棒吧。冰棒冰棒，你不会吃这个冰棒，它要从中间折断好吗？然后呢，好奇怪，台湾不管到哪里都有改装车子的笨蛋，吵死人了，一点也不帅。小时候的百吉棒棒冰，然后他真的吃得出柠檬的酸甜。嘉兴冰果室，然后就可以走得去鸟居，还有新城天主堂。这个台中人都知道，短腿阿路。短腿阿路的店就在花莲的新城乡，新城天主堂。这一次我们住的饭店就是燕波太鲁阁。燕波太鲁阁在这边有三个馆，第一馆就是最早盖好的庆海馆，中间呢是燕波花石街，这个是燕波山阔馆。这一次在燕波太鲁阁住的是山阔馆。拉比呢有一个茶爵的泡茶区，然后呢有一个沃野书室，山阔馆呢是宠物友善，不过宠物还是不能进房间。现在来拍开箱，这一次住花莲燕波太鲁阁的山阔馆，十三楼只有两个房间，我们住的是1301，请进哦。来，这一次是花大钱来住这个房间，这个房间原价20000块，那我是趁活动的时候下手，12000一天，然后是120，还有加宵夜。我们来看看房间长怎样吧。一进来就是一个吧台，我必须说这个吧台很令人开心。姜，免费的红酒，棒棒。喜欢喝茶的也有茶叶跟茶具。然后呢，燕波系列的饭店现在讲求环保，所以不给瓶装水。来，他给你一壶水，然后刚好我们的门口就有一台饮水机，咖啡 Nespresso 咖啡机必备的啦。接下来看看冰箱，来，冰箱虽然小小 can， 可是呢
上面这一排都是饭店附的饮料，全部都是免费，而且还有嘉兴柠檬汁。然后这边是行李放置区，然后拖鞋在这边。这种20000块一个晚上的房间呢，拖鞋就要检查一下。拖鞋比较不高级，拖鞋的底太薄。房间里面有除湿机，来看看哇，床旁边的音响哪一排啊？哎，拍谁哈？我只认识 Marshall 跟 Boss， 还有 B&O。好啦，来抽屉看看有没有东西。哎，这抽屉假的哎。这抽屉假的，他还会告诉你今天的房屋管家是谁，然后有任何事情都可以找房屋管家。然后两件浴衣，好 ，king size 的床。接下来看看这边，哇塞，是怕我饿着吗？准备有非常丰富的小点心，前面还有哦，前面还有哦，哇塞。然后最开心的是可以拿着这些点心，然后坐来这边，因为这边有一个看海的沙发区，可以呢坐下来把点心打开，哎呦呀，然后一边吃点心一边看海。接下来要到这个房间最精彩的部分啦，因为这个房间不只是有阳台，你看阳台是不是很大？请往这边走。这个房间最棒的就是，咔啦，有自己的躺椅，还有自己的游泳池、SPA 池。哎，这个也太赞了吧！哇塞，而且是冷热水都有，太好了，可以跟阿赫跟三藏师傅来这边开泳池趴，拍手耶！现在来看一下浴室吧，来，一进来浴室呢，有一边是浴缸，另外一边呢就是免治马桶啦，然后中间就是洗手台。烟坡现在讲究环保，所以你需要备品的话要去跟柜台索取，那如果备品你都自己带，他们会有一些优惠的措施，可以上网查一下。准备来煮咖啡吃点心看看海，然后发现一个非常体贴的地方，饭店已经把水都放满了，这个小动作加分。这边有防蚊液，智能扣有吸引蚊子的体质。哎，那防蚊液是香茅味的，好香哦，赞赞。在房间晃得差不多了，然后到海边走走，这边是曼坡海滩。哇塞，也很高哎。好了，来又不知道出国比赛。哈哈这么蠢吗？有有有有，哎呦。曼坡海滩的浪很大，千万不通落去耍哦，吼！海边拍拍照就好了。这一次呢，有订130，那晚餐吃的地方呢，就是在曼享食堂。首先登场的是有鲍鱼的海鲜沙拉，鲍鱼很新鲜，然后沙拉的日式和风酱很清爽，一人一碗广炒面，哇，这分量蛮大的耶，广炒面很赞，鲜菜跟鱼汤，这个是蒲汁肥猪虾，哎呀，虾子真的很 Q 弹哎，就算不裹上面那些 cheese 也好吃哎，刺葱战斧梅花猪，很香哎，刺葱在这里啦，刺葱在酱里面，肉质是 Q 弹的，然后腌料有腌进去，不加刺葱酱也很好吃，我觉得可以不用加，猪排很厉害，它连炒山苏都很厉害，炒得很脆哎，
吃得很饱，非常的饱。哎，那还要去逛夜市吗？不用了吧？要走走啊，走走啦。是霸王花，大户大户，你看，请问你们是大家族哈、哦？花莲馅饼、奶油酥条，这两个人还在念念不忘刚刚晚餐的战斧猪排。我跟你讲，他那个猪排真的有水准，真的不简单。来泡个露天的汤，顺便看一下烟波的夜景哟。早安，哎，我好像没有梳头发啊！好，吃完早餐了。烟波太鲁阁的早餐有一个很大的特色，就是一点半之前你都可以来吃早餐。必须要称赞一下烟波太鲁阁的早餐，它有很多别的 buffet 早餐你看不到的菜色，像是炖牛脸夹肉，这个很好吃，牛脸夹肉很嫩。然后另外像是东部的特产脯肉啦，然后它有一个那个松露的蒸蛋，好吃。然后它这边松露好多，然后还有一盘松露给你这个沾任何东西吃。哦，对，还有茶油香的炸鸡翅也很不错。对对对，然后它的葱油鸡是好吃的，冷盘葱油鸡。还有什么好吃的？牛肉造饭啊，还有什么？牛肉造饭，和牛的肉造饭。吃完早餐，开车出发跑景点。三藏师傅呢，很喜欢一些景点，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到了这个景点——石门游戏区。热爱景点的三藏师傅。电风，对啊，雨伞跟防蚊液，重要的，可差不多的。你说连恩尼逊本人来这边拍片，他有在拍片呢、啊，哦，真的哦，还有跟那个二代蜘蛛人，加菲，哪一片？沉默，我是不问第三遍了，来来来。好大呀！我这来了，算了。哎呦，哎、欸，这里不错哦，是不是？我先帮买两个拍一张。来哦。五香妈去。距离石门大概只有4公里，就是石梯坪。居然是你给我撑阳伞，是怎样？哦，来啦。远眺石梯坪，爬上来了，这里就是石梯坪。肚子饿了，肚子饿了，来，这个是我们现在在哪里啊？那个格马兰。好，今天中午吃这个格马兰风味餐，来吃个综合生鱼片。泡 Q 的部分来吃个咸蛋虾，白虾的部分来吃个塔虾，然后布拉伊海带蛋花汤，再来一个综合的蔬菜，
因为它的菜分量很大，叫这样子就很多了。生鱼片，茶香的白虾，巨大的综合蔬菜，金沙的套 Q， 哦，好美哦！哦，这汤就素颜呢。饮料先把它拿。吃饱了，真的蛮好吃的，就是肉切得很厚，然后呢，该咸的咸，该辣的辣，该塔香的塔香，然后分量非常的十足，非常推。如果有经过，哎，这是封冰箱吗？对啊，然后它是一家不能够定位的店，所以就是来稍微排一下哈。接下来还是有帕吉桃的行程，子不知亲，子不道。为什么要叫这个名字啊？就是害怕到孩子都不顾妈了，就会老跑。花莲真的是哦，很美。惊悚的开始咯，下面是透明的。其实没有很透明啦，透明的步道，短短的，就这样。我都流汗了呢，我都冒汗了呢。哎，花真的很高呢。晚上来吃这家小店，鬼府居酒屋。这一次呢，来住烟坡。买的那个 package 里面有附宵夜，来看看宵夜有什么好吃的吧。首先呢，这边是调酒区，他准备了朗姆酒、琴酒、whisky、vodka， 然后准备了姜汁汽水、雪碧可乐。然后还准备了莱姆汁、薄荷糖浆、柳橙汁跟柠檬角，基本上有这些材料，很多酒都挑得出来，赞。这边有红酒，这边有白酒，还有月桂冠的清酒，生啤酒机是一定有的啦。向后是啤酒，最后再向前用泡沫。哦。美拜美拜。菜色的部分有薯条、台式的咸酥鸡，这个很赞；柴鱼的花果仁，这个很好吃；法国面包加上沙沙酱，伊比利火腿，然后居然他还准备了西瓜，这很赞。观光客行程，松原别馆，松树爷爷好粗，松树的脖子被掐着，会不会很痛？土下座啊！你是没有土下座哦。你都往土下坐吗？啊、要立起来是不是？对呀、啊。哎呦我靠！你在痛了吗？怎么了？太晚了，谢谢。怎么训了你们？上来这个人，请问你是？我好痛啊！哎，你看刚从里面往外拍，拍背影，坐着坐着坐着，可以去。三个人在假装研究这边的历史。好假哦！这一次三天两夜来花莲玩要结束喽。喜欢这支影片的话，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开铃铛。要谢谢三藏师父，还有阿赫同学。花莲，拜拜。
Super shine, super shine, 哒哒哒哒哒。Make you mine, make you mine. Super shine, super shine, 哒哒哒哒哒哒哒。来花莲货柜屋星巴克，最好的拍照角度是这一个。